大家可以往好的方面想嘛，就当是阿白每隔什么两三个月啊，就换一身行头来面对大家。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是这个毒评论。哎，毒评论呢，就是和大家交流交流感情嘛。啊，咱们好久没有毒评论了，请问阿白能不能喝一杯昏睡红茶，并来播豪迈性感的野兽先辈声音？这是干什么？太臭了是吧？来。读到我现场后空翻，并深情演唱雪啊！经过一番搜索以后呢，我决定不唱。白姐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男朋友？啊？是你打错了，我就当你打错了，好吧？绵白能不能考虑一下和我在一起？我去泰国值个大的回来疼你。我真吓到了啊！什么叫值大的？好家伙，你们这一个个都是变态是吧？啊，都是变态。读到我结束本期视频，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？阿白的视频就是充满了不确定因素。这 UP 读评论啊，可能到这边就结束了啊。而我呢，我偏要现在读，嘿嘿。为什么不叫棉黑啊？棉黑是我妹妹啊。到我说说自己对自己发型的评价，一坨答辩啊！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取关，好吧？马上要中考了，卡在重点高中线上，希望考上一个好的高中，加油！相信自己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！原来现在要中考了，那、趁这个时候问一下大家，什么时候放暑假，好吧？啊，另外呢啊，希望这位小伙伴啊，中考顺利，好吧？考上自己心仪的这个高中啊，咱们都有这个美好的未来，好吧？读到我水五秒。读到这条 UP 给自己三年啊，我也想给我自己三年啊，但是 UP 主不能给自己三年。读到我唱一首奇迹在线，神的风暴。最近有点伤心，能安慰一下我吗？让阿白给你看看他的头发。你这个什么 FSF 小阿豪，你啊，咱们满足一下粉丝的要求嘛啊，我也不能太狂，那给你们看吧，你们要怎么看就看吧，差点忘了好吧，就是这位同学啊，生活要快快乐乐的好吧。宝，咱们啥时候去民政局领证啊？明天吧，我明天正好有空。还有白姐和我说中考加油，最近好焦虑啊，是因为中考焦虑是吧？好，那好，好加油啊，中考加油。看样子我这个粉丝里面这个中学生还挺多的。白姐我喜欢你，申请。哎呀，这个咱们这个粉丝群体啊，这全是男同啊，我真服了。我爱你，棉白昨晚睡得舒服吗？要不要下次和我一个床？还29个点赞，29个人啊，不是这28个人啊，我随便点的，好吧？这我也点赞了，但是这是我随便点的，这不管。棉白怎么还不女装？在线等，急。哎呀，还有人在这等我女装啊！你们真的是诡计多端啊！啊，我就我这个样貌啊，剃个头跟狗啃一样，你们想看我女装？最近棉北太猖狂了，我还以为你说我呢啊！棉白，白，你这么蠢，别被骗去了。我已经被棉北的人骗了1500了。怎么说呢？希望大家以后啊，就注意点电信诈骗啊，不要像阿白一样被骗钱。好吧，那咱们这个读评论也差不多到此结束了。大家的所有的评论啊，就动态里面的评论我全部看了，好吧？但是肯定是不能全部选上来的。也希望这一年呢，小伙伴们能陪着阿白然后继续前进，好吧？阿白呢也会努力的给大家拉视频啊，拉一些有趣的视频啊。另外画个大饼，好吧？等阿白这个等级到了以后啊，就给大家多抽奖啊，满足一下大家啊，希望大家的支持啊。我也不想搞得太抒情嘛，就是跟大家一个这个道谢吧，就是陪我到现在，希望大家能继续陪我下去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